大家好，我是宝妹，欢迎咱所有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二号礼拜四，一万小宝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的新闻播客站。来，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哈，今天是十二号，今天呢，同时是我们的植树节，哈，好快哈，一年呢来到植树节，你想要创啥？种树啊，哈，不，下个礼拜呢，伫咱希望广场叫树啊，哈，林务局要发这个树苗。咱家呢会不会有哈？要看后续，因为往年呢拢是叠加一个干嘛个屋，那今年有没有呢？就要得看一下下了哈。好，我们先来跟老师连线一下，先跟老师问好，老师好，老师好，大家好。对，咱呢突出了，今天一定会谨记在心。好，昨天的乌龙让我吼，刚刚就好笑诶，自己都觉得很想笑。好，来，今天是十二号，老师我头拄仔就甲朋友讲吼，今天是植树节吼，其实种树啊吼，或许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伟人公益吼，伊是虾米？伊是这个千花展哈，但是他那个千花展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什么交女朋友交很多，不是那个意思。一共有个形容，会告野秋桃嘞，弄个西跳跳哈，我就该回境外。所以说真的哈，有些人真的对植物会有一些心理障碍，因为怡情养性哈，蝶兰醋桃醋咖哈，静胆波啊，回花花草草，那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买一些简单的一些苗木回来，而且讲直接回草登来，啊个高干哈有没有细体？那就真的是会打击你的自信心，你会觉得哇，做事人就厉害，还是说做演艺的人都很厉害，因为呢真的都不简单。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因为我有一次进一些迷迭香啊，跟我一些什么七里香，好像我跟这个香的呢都有一点点是不是相冲还怎样，他都吸我看。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算了，从此不要再飘香了哈，家己呢过较轻盈的日子噶吼，过呀灰灰草草呢啊，很辛苦。因为他如果万一死了，我又觉得罪恶感很重。所以今天植树节呢，只会让我联想到这方面的事情。不过今天呢，宝妹吼，这部一开始呢，除了甲好朋友讲到吼，今天植树节以外，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消息是虾米呢？咱明仔开始吼，从明天开始，那之前呢有购买的听众呢，问记得当家里讲一声抱歉吼。那我们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哦，不管说你是来到公司，或者是讲吼你用寄送的部分，那你只要有购买我们资材的部分，就是讲你现场各位吼，或者是讲你用外观机用起来，只要你有吼有达到我们的基本的这个收费。卖公收费了，可用免运费的这个部分的话，哈，让各位上你一个口罩啊，这边挑口罩很敏感，哪一点工？你点来那个口罩，你们是囤积吗？不是的哈，我们这个是，老师这个应该算布口罩吗？老师，对，伊这个较无同款哈，这是一个专门为着 PM2.5 哈，这就是讲平常你会当挂咧啊。这个防止这种咱空气中的这个悬浮微粒哈，这含咱平常去病院咧挂这个医疗用的口罩呢是不太一样的哈。你这个医疗用的这个口罩哈，伊通常是有一个灭菌的这效果，所以通常伫外口有一个涂层，然后一个特殊的这个涂层。这层呢？伊有一个较无同款的这效果啦吼，所以呢，这是咱伫咧这做工课时阵需要做这分别。你若要去病院吼，这你就是当用这种病院咱咧用的这种的这个医疗用的这口罩吼。但是呢，这个 PM2.5 就是讲平常你开车啦，跳倒摆啦吼，开车可能唔免挂口罩吼。但是呢，就是讲又是外口一层是薄，伊内底呢。一个有一层特殊的这个隔离层吼，比如讲呐，一半工啊，像这个方面来的时阵吼，这个拢会干嘛？这什么紫爆啦吼，空气不好啦咱那是许呢处理有一挂囡仔吼，还是讲像咱家己较过敏淡薄啊呢？
啊，你就当用这种的一个口罩啊，提来加以这个应用哈、哦。我感觉讲啊、这个呢是很不错的哈、哦，所以呢啊、这当大家加以啊，算都等咱有这款的这物件哈啊，所以对当啊，这个送给大家啦哈、哦。所以最主要是，所以伊这含伊个医疗用口罩无啥感官哈，咱听众朋友呢啊，一定爱少了解者，就是讲伊这不是啊，伊应该伊它不属于。医疗器材、哦啊、这是一种我们个人的一个防护、哦、就是说 最重要呢、啊、其实就是这个过滤空气中的一个细悬浮微粒、啊、在你口罩呢 不好买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用处啦、哦、不说、啊、没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用途安尼吼，啊，应该是还蛮好用的吼，啊，所以呢，这当我咱好朋友吼，小做一个这个了解的吼，大概呢，啊，伫这个应用的这个当中，啊，那是讲有啥物款问题吼，包括讲这口罩呢，有个人讲啊，不啊，这唔知是许啥物款吼，啊，你也不清楚，你当去简单点，啊，这介方便啦吼，其实也不啊。啊，就随身携带吼，从进前呢，去这个北京的时阵呢，哇，因得足新鲜的吼，就是讲因为北京，你也知影讲，伊也是在某一个季节吼，即马较袂啊吼，较早因为呢，因拢是这个烧煤炭吼，啊，烧煤炭以供暖嘛吼，这取暖啊，那烧煤炭咧空气内底咧，弄一个啊，你若是去北方的时阵，弄一个足特殊的迄个味道吼，啊，这个是。进前阿伯啊，拢唔知影吼，就讲奇怪，他有一个味啊，咱有一挂较老一辈呢吼，有一届做伙去北京的时阵呢，啊，你甲阿伯啊讲，啊，迄土炭的味啦，恁较早唔捌烧过吼，哎、欸，对，你甲想起来呢，好像是那个道理吼，就是讲，也是煤炭咧烧的时阵有一个味道吼，啊，即阵咱也是讲像这个啊，台湾因为火力发电吼，虽然咱是用干净的煤吼，啊，但是呢，这个空气内底吼。哦，这恰恰呢，啊，环保署报出来的是这个纸报哈，啊，尤其真济啦吼，比如讲你像伫这个破柱哈。你若是拄到即个方面来的时阵吼，啊，恰恰伫咱中南部即只遮，伊个空气较无像，讲东北季风哦，啊，那是啊，吹到遮咱就较无力哦，爱拄啊好形成一个迄种滞留的迄即种，就讲、是、迄空气都要停伫遐，啊，即物件呢，就当提来应用吼、哦，因为呢，啊，有时啊，真正空气内底即个啊，通风较无遐好，啊，悬浮微粒较济吼。哦啊，你也当提来改这个应用吼，啊，这就是讲拄啊好有吼，啊，即阵啊那是咱听众朋友吼，啊，拄当有买物件，啊，是讲拄啊好你啊常常去摕着吼，有个人。啊，即、这个退起来的时阵呢，啊，也感觉讲啊，这到底是啥物物件吼？那即、这个会吓一跳吼、哦。所以虽然就甲你小讲者，就是讲啊，即、这个时阵你若是买，啊，咱会甲你啊，即、这个你唔免讲吼，啊，我们就会免费呢，就跟你附赠一个吼、哦。啊，也内底呢是一个口罩，啊，有几块一种。啊，隔离的一种这个棉片吼，啊，你那是一段时间过了呢，啊，这块就当个换掉，搁换一块新的吼，啊的啊，随时拢有真好的一个过滤效果哈，啊，这是咱一点啊小小的一个心意啦哈，就是讲啊的有啊的一个小小的心意，提供大家啊，会当伫这个啊日常当中啊加减啊来改这个应用安尼哈。嗯哼，好，来，这是节目一开始呢，先将这个消息吼，跟咱乡亲到底来分享。那大家如果哈，在资材的使用上，或者是讲咱做不方便，有任何疑问、无清楚、无了解，拢会当卡公司的电话哈，6338601633860一。最近的天气呢，又开始有点怪异怪异哈。为什么我会讲伊怪怪哈？因为乌阴天哈，乌阴天的关系，所以讲到乌阴天呢，你就会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老师，你会想到什么？老师，乌阴天你想到什么？乌阴天光合作用效率变慢啊！我拢会想到 N9 呢，慢喏。哎呀，我唬你啊，这职业病哈、哦。
真的，我这边我另外那位许了 N 九，看不扎戏啊，我都没有什么浪漫的情怀哦，我还啊、嗯，不过也是因为哦 ，OMT 大家询问度会比较高哈、哦。你看最近那天因为呢，都 OMT 讲，哎，这个 N 九啦哈、哦，是不是可以用在那个算偷刀？那有天又今日特别来个阿门用，哎，到底咱社区家呢？伊讲。我若要用在黑金工，敢会使？我讲哈，投到你都种本钱，用不要紧啊！啊，我家己送的啊，啊，那是会用的啊，我国家用在那有差，所以我想，因为一般油菜里我知道，光合作用比较差的时候，我们会用 N 九，对不对？啊，还是讲咱种些瓜果类的东西用 N 九，但是伊熊熊甲我讲投到要用。这下子我就有点点，哎，不晓得要怎么回答他。所以老师，如果 N 九这样的东西吼，用在投到，敢有些哈？是，这最主要伊是一个这个光合作用效率的一个改善哈、哦，所以应该呐，投到咧用呢，还是会有效果哈、哦。这咱有真侪这个好朋友啊，伊特别咧甲我讲，伊用伫虾米所在呢？用伫甜玉米哈、哦，伊拄到这种正反买时阵，伊讲伊也抓药啊，啊，拄到迄阵呢，拄啊好天气无介好哈、哦，啊，伊甲淋一下哈，伊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哈，唔、哦、知是因为呢用这类关系，还是吼，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光合作用效率的这改善吼，等于讲啊，伊加一出来了呢，啊，伊对着一寡这种作物吼，因为咱来知影吼，这个日头呐，较无像遐尼充足的时阵，那有当时啊，伊的效率吼，等于讲。较无够，所以咱要提升这个光合作用效率，就是讲尽量供应一寡这个半成品。啊、哦、啊，卖讲是即、這个你干呐，光合作用也产生，也为即个原料啊变作半成品，啊来个变作伊的即个成品吼、哦，啊进入到即个新陈代谢。啊，但是呢，咱啊总共会当伫某即个阶段吼，等于讲个补一出啦，啊补一出啦，即种半成品，哦啊伊就伫会当提高即个效率，吼、哦，伊就免个为原料个变作即个半成品啊。哦啊，这一定有啊，一定程度的这帮助吼、哦，所以听众朋友那是啊，拄到这个恶因吼，尤其这个鸡啊吼，这种生长较旺盛的这啊，这的这个作物来讲吼、哦，这啊特别吼、哦，这特别呢啊，伊的一个这种的感觉吼、哦，这真侪拢会感觉讲特别的这个明显啦吼、哦，就是讲你有甲用有用甲无用的时阵呢吼，啊，伊的特别这个特别的。这明显吼，啊，这原因是因为呢，伊的这个生长量足大诶吼，比如讲以咱即马这个鸡啊来讲呢，哦，伊生长量很大吼，啊，所以呢，咱啊总共是会当伫这个时阵吼，啊，小来个这做者这应用吼，啊，一般来讲呢是有这个要袂歹这效果啦吼，所以咱啊是提醒着好朋友来讲，你啊去看吼，啊，较早捌用过，当然真侪好朋友都拢啊直接。就拢去拢会应用吼，因可能是无虾米款的这问题吼。但是啊、如果那是唔捌用过吼，假设啦吼，假设那是也唔捌用过呢啊，对当来改这个试看买下者吼。那么这个通常伫这家家啊，咱听众朋友吼，你当改啊，最主要的是讲。试看看啦，吼！我感觉有当时啊，真侪即个物件，吼，你若无甲用过，吼，尤其你无去甲经验的时阵呢，对家己也较无啊，咧用的一个这种有呢，较无迄个信心，吼。啊，咱拢是希望咱听众朋友呢，啊，会当去家了解，吼，啊，了解了，啊，咱家己啊，一步一步的讲，咱先来家即个应用，吼，啊，试看，啊，试看卖呢，对主人呢，啊，咱就伫即个过程内底呢，啊。对，当有较好的一个吼，就是讲会当真清楚吼，啊，知影讲，哎，这到底效果是安怎吼？啊，这个是咱一直呢，你甲好朋友强调的这所在啦吼。你讲，真侪这物件吼，就是讲真理吼，这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道路吼。咱一定就是去甲试看，啊，唔是讲有个人啊，感觉讲啊，我都有较早用过，啥物用过，啥无唔对吼。但是上个要紧的就是讲，这个物件咧应用的时阵，咱一定爱知影伊上好的效果伫啥物时阵吼。啊，比如讲从即阵即个乌阴天
啊，咱的应用是上好的一个这效果哇，这个用起来呢，这个有呢效果非常的明显哈、哦。啊，咱的当地这家家啊，提供你当改试看哈、哦，那么用一改啊，你就知影，或、哦、者、啊、嘛有当下拄到连刷，因为即马过来那是。啊，这种到咱的一个这个季节哈，比如讲，是较属这种这个梅雨季啦，吼，还是讲春雨，即马是还会进入梅雨，吼，就是讲较容易有这个连续乌阴天的时阵，吼，啊，你趁这个时阵，你家经验看卖者，吼，哎，我甲试一届，啊，发现讲，哇，啊，这真正是啊，效果真好，哎，啊那呢，啊，后摆你就知影拄到这个乌阴天呢，啊，你就差不多迄个季节就要到，吼，咱真侪好朋友是讲啊，伊。这个季节特别高，伊就先传起来咧等你哈。那么这方通常呢啊是这个道理啦哈，这让你小做一下了解哈。那最近可能是伫即个是涨嘛吼，讲到往来哈。嗯，对。啊，这有听众朋友其实甲报啊反映讲，哎，报啊你讲咧怪怪哈。嗯，为什么？为什么爱甲伊即个转肉声要甲转号的歌声？恁是毋是创唔对去吼？是毋是有这倒病吼？啊，即、這个其实可能也不啊讲无清楚吼。即、這个咱周围好朋友呢，非常的这内行。其实咱往来要好食是爱拍起来像肉迄种声。往来总共有即、這个。啊，即、这个三种声啦吼，咱一般来讲就是讲调啊声吼，啊，过来鼓声哦，啊，过来肉声哦，这三个阶段啦吼，就是讲咱即个无同款同一个这往来时阵啊，即、这个调啊声吼，啊，鼓声哦，啊，调啊声就是迄个像电酷酷一种吼，咱啊，过来就有一点拍拍吼，过来就那种拍吧，迄种啵啵啵啵啵吼，迄种声呢啊，这通常咱是较内行的吼，啊，拢会用安尼来甲伊啊做一个。即、这个分别啦吼，啊，伫外销的这个过程呢，伊无爱肉声吼，因为你肉声吼，伊迄个物件就是表示讲已经成熟度已经啊、接近咱啊、因为咱这鲜食凤梨嘛吼，所以鲜食的这往来呢，已经接近到伊的这个成熟度。啊，接近到伊的这个成熟度的时阵呢，伊那是总讲虽然迄个色看起来啊，袂因有当时啊。在不同款的一个这产期的时阵吼，迄、那个色水吼，迄、那个色水呢啊，伊咧变色吼，看迄个色呢，有当时啊较袂遐尼准啦吼，所以通常啊、咱也去巩固着这个吼呢，就讲除了色水以外吼，同一个色水也搁甲拍看卖啊吼，咱那是较肉声，咱要买吼，咱那是讲要买等于食吼啊，咱应该伫咧选这个往来的时阵呢啊，咱通常就是讲内行的讲看开肉啦吼，就讲、是、这个往来这个肉呢。这个展开，因为往来的一个一个，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果一个果哈。迄一个肉呢，其实就是伊一个个性哦。啊，一个个一个个呢，啊、伊也是这个开肉，开肉呢，啊、就当判断到伊的这个成熟度吼、哦。所以通常呐，这个、肉呐伤开，还是肉无开哦。肉无开，当然就是无熟。啊，肉呐伤开哦，伤凸哦，啊，这起来有可能呢，啊，伊就伤过熟去啊，吼、哦。啊，然后呢，伊有可能较容易有这个酒味吼，爱、哦、来解这个啊，这个三星啊，咱咧经往来咧拍的时阵，就是讲用目睭去看，还是讲去甲拍看卖啊吼，啊，这个、肉声肉声，就是讲伊较侪接啦吼、哦，这个通常嘛是表示伊的这个成熟度有够，啊，伊较侪接，所以一般来讲呢，啊，这样呢是较甜啊吼，啊，从这个香水凤梨就袂使安尼去看去判吼，啊，香水凤梨呢，因为伊较少接，你讲要拍到肉声的时阵。啊，迄已经到这個酒味啊，咱即马咧讲的应该是较普遍吼，啊，就是讲较无遐甜吧吼，香水也较甜，这都较歹讲吼，就是讲咱拍起来还有一个这个叫呢啊，这款吼，这个情形。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啊，咧选往来时阵，其实阿伯也袂要紧吼，我拢看脚床吼，啊，通常我拢是用看脚床底呢，啊，迄、那个因为我感觉讲吼，那是迄个心脉吼，迄个病吼，迄个怪吼，那是安尼幼幼啊吼，啊无解大苦吼，我就感觉讲这感觉这叫好诶吼，啊因为这种就是讲伊可能伫这个管理上呢，蛋肥吼无过量，啊蛋肥有真适当诶一个控制，伊怪较细机，啊伊怪吼较细机诶时阵呢，啊伊诶心就较细吼，啊心较细，诶迄个肉就会较侪，而且通常就较看起来较好，啊过来就是讲。
迄、那个怪吼，尽量互你有一点啊，较看起来咧幼稚幼稚啦吼，就是讲心内有，迄往内都有。哦，当然你也看到连续这种乌阴天的时阵呢，这个伫横林吼，因为咱伫菜市啊咧买的时阵吼，已经都拢采收落来到咱的手的吼，上起码拢要有超过五天吼，是上紧的嘛要三天吼，所以有时候比较不好选啦吼，啊等于讲啊，这个通常真济，即马咧卖水果的吼，拢嘛讲包亏的吼，即啊像阮固定咧卖吼，咧卖水果的这个水果摊啊，伊也看不下去伊了嘛，啊伊家己拣好我吼，啊我拢若无正经遮济单来，我感觉讲人伊嘛拢真实在吼，啊。也免去去搁特别去安怎拣，但是我会甲看一下吼，稍微看一下啊，即、這个有当时啊，就是因为你若会晓拣吼，头家都袂甲你好啊。哎，啊，但是你爱真清楚吼，比如讲啊，像咱要买等于拜拜，买等于拜拜，你对你有诶拣过拢肯贵啊，当你都无可能去啊选迄种肉声足明显诶一种吼，啊，即通常都靠一个即、這个有呢。咱看起来吼，这个都有这款的这差别啦吼，所以咱就以听众朋友甲报啊欢迎的吼，这确实是对，伊是咱要好食吼，咱鲜食的吼，咱咧拍是爱有这个肉声，有这个弹性吼，那从咱咧拍肉时阵，你家己。怕你的肚子你就知道吼，怕大腿吼，一种感觉吼。你若过来就讲鼓声吼，鼓声这个怕鼓的这個，怕鼓这吼，你若是讲讲这往来呢，肉声先吃吼，那这鼓声就较慢，你可能咧慢几工啦吼。那么在咱咧栽培的时阵，当然像因这个来买往来的人啦、啊、吼，来买往来的人呢，伊有当时啊，就是足惊这物件呢，伊运输的这过程，伊会个，这一定有这也会有一点点变质吧，吼，就是讲伊唔是讲变质啊，伊会慢慢有这个生色吧，吼，等于那种后熟这，所以伊爱留一点啊，这个时间，但是你袂使有调啊声吼，你若调啊声，你就好呢啊吼，这个伤过头轻。啊，要安怎有一个这个过程，就是讲啊，会当这个平均啊，会当有一个较好的这个这适当的这成熟度，所以通常因就足惊，尤其若做人的时阵吼，伊足惊这个好熟啦吼，伤过头好，伤过头伤过头熟安尼吼。你伤过头熟吼，比如讲伊运送啊，搁伫这个。在这个货柜内底啊，送过呢，伊通常都会去影响到伊的这品质吼，所以真侪好朋友啊，想要知影讲到底迄是喷什么款的这物件吼，但是这物件是没有被推荐吼，这物件呢，应该是无推荐吼，但是实际上迄是啥物呢？迄是一个这个甲乙烯去除的这个物件吼，比如讲。照讲吼，照讲应该是，比如讲我那是这个番呐吼，我的番呐吼，应该讲木油箱，我去买往来的时阵吼，这往来要运送，要为着要当保证讲伊会当较好的这个品质吼，然后呢未后手伤过头紧吼，尤其你若唔是用这种冷藏货柜吼，因为这冷藏货柜较贵，所以伊可能会伫这个。这个货柜内底吼，放一个去除乙烯的这个物件，上简单的当去去除乙烯的物件是虾米款吼？这通常就是这个高锰酸钾吼，也可能就放一挂这物件呢，伫这内底。即马呢有用的是用一个叫做MCP 吼 ，MCP 一个叫做四甲基环丙烯这种，还是甲基环丙烯吼，这种的这物件。这种东西它放的时候它可以让那个乙烯的这个转换、所以目前来说呢、这个比如说我为了要升级因为这种东西也不是很便宜、最主要是效果要好、所以我会要求说、你这个往来要交给我的时候呢你要给他喷这个买便利油喷买便利油是要创什么喷买便利油呢上最重要就是说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说我先这个在产地比如说这阵子前一阵落雨我如果这些往来买回来我就分了我整整的过呢过到厦门到这个广州伊番西就已经三天五天伊就有一半粒仔害去一半粒仔若害去
啊，有啥物害气，伊就烂嘛吼，即困病，所以也叫你转啥物，叫你转扑克啦吼。啊，因为这是伫即个咱咧做即种药的时阵吼，算伊它是很安全啦吼，来讲一个足安全的一种啊，而且伊即有即个杀菌的即效果呢。那它还有一个啦吼，较特别的即所在就是讲，伊除了有即个杀菌的即效果以外呢，伊佫有一个保鲜的作用。咱常常咧讲即个保鲜吼。啊，要保持着伊个一旦去保鲜，大概是有几种的一个迄个概念理念。第一就是讲，袂使得病，哦，因为你采收起来了，伫长顶的时阵，作物本身要够有法度去抵抗吼，啊，去抵抗一寡只个只个病菌啦吼，就是讲伊可能呢还可以忍受一点点吼。啊，但是你若采收起来了，伊即马呼吸作用吼，即呼吸作用加速，啊，有可能呢啊，伊对着即都无法度来甲伊忍受啊吼，所以呢变作呢啊，咱就爱。去改这个用一寡这个物件吼，啊，这种上出名当然就是这个啊，便奈德甲辅觉吼，这是一个啊，伫咱咧处理的时，但是这有当时是用浸的吼。那我那阵讲是做经销商的时，我做这个木药商的时阵啊，我会叫你讲啊，你啊，要你爱甲转，原底迄条钱是我爱开的，你变做你爱甲买这个药啊，等于用我心血当较省钱。所以有时啊，这个是一个一个有当下这种共生关系啦吼，也是讲啊，这个生态链内底吼，因为我伫你的顶头吼，你物件要交我，我无我就不爱甲你买吼，你爱甲我转之类吼，啊，这关是偌济钱啊？内底是啥物物件？通常伊是用这扑克啦吼，也是讲一般往来是因会去用这个有可能会去甲雕这种物件伫这内底啦吼。啊，为啥物要甲雕之类？因扑克啦有一个这杀菌的这作用吼，啊，而且一寡这个有呢，甚至吼目前所知影的吼，目前所知影的呢。就是讲，伫即个咧应用的时阵呢，它会有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哈，所以为什么会保鲜？第一就是伊的抑菌的一个效果哈，而且伊即个就是讲，因为你甲喷落了呢，它能够吸收嘛哈，伊即个是属即个杀菌剂哈，伊对着即个即种软菌缸、指南菌缸即个物件呢，伊即毒。足侪种诶，一个即个菌吼，拢有一定诶一个抑制作用啊。最主要是伊有法度吸收哦，咱做不如法度吸收啊，所以就安尼甲转啊，即个转落了啊，即效果呢啊，即通常就真好啦吼、哦。所以即一般真侪吼，即马阁有诶吼。除了是这个以外呢，这是一个上普遍的一个即个用药啦吼，包括像咱像咧浸这个柳丁。柳丁呢，就是讲像碰柑，这柑橘类的这处理，在国外咧处理樱桃，这嘛有诶用到这个普克拉，那无就是这个便奈德，还是辅觉，大概这其中一种。目前就是讲伫庄顶，伫庄顶诶时阵，你转通常伊会叫你转诶，就是因为你若是像这个辅觉，这是伫这个表面尔，这效果较无遐，比如我即马长个歪啊，所以我伫要采收进前。差不多伫即个八工、十工，差不多伫要采收啊，较早一束啦嘛，无要紧。我叫你转落了，伊即个药啊呢，会有一部分吼，伫迄个表面残留，伊我都吸收嘛，内吸吼，我都吸收了一个系统移行，所以伊都我都达到保鲜的即个效果吼。所以真侪好朋友想要知影讲到底因即个木药商叫你转啊，还是啥物物件？其实伊就是普克拉，普克拉无够吼，因为呢拄则讲到就是。这个乙烯这个物件哈，乙烯这个物件，你爱个我木药箱，我爱个去处理这个乙烯吸收剂啊是什么款啊？这个东西伫货柜内底哈，伊会去用，但是呢有当时啊。用起来效果无介好，所以也叫你转，搁转一个啥物 MCP 吼、哦、甲基环丙C 这种的这物件，而且通常是200个 ppm 吼、哦，这是200 ppm 啊，互你伫即个长的时阵甲转一下，安尼到差不多一礼拜十工啊，甲转落，啊转落了吼，伊会抑制即个乙烯，伊就即个较袂生锈嘛。
啊，较袂成熟呢，伊就肉声呢，啊，就会较少吼，就会拢差不多是高声，因为伊咧成熟迄个速度呢，啊，会变慢，吼、哦、啊，所以啊，这最主要是这两种嘅物件，伊去改即个混合啦，吼、哦，所以诶、这多数是即款呢，即个应用吼、哦。那么原来呢，是真侪好朋友对这就好奇诶，吼、哦、啊，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不太想把这个事情给讲开，吼、哦、啊，因为有诶话要惊死，吼、哦，那听到讲。啊，有抓下这物件啊，其实啊，伫世界内咧处理这个樱桃啦，处理啥物吼啊，咱咧家拢袂惊啦吼，咱进口的迄、那个啊，这个水果吼、啊，这个奇异果哦、啊，这个。即、这个讲卖人诶，纽西兰诶卖吼，即无迄个纽西兰诶得卖吼，即、哦、全世界呢拢必须要啊，我要维持一个水果诶一个较好诶一个品质。哦，伊拢必须要吼，必须要呢啊，伊来个用这物件吼，所以通常有时啊都会去啊去即款呢一个应用啦吼、哦，所以这样免过多的这担心吼、哦，所以呢啊、你会当少来个伊这个注意的，啊，因为迄种的这残留量吼足低吼啊，你也是浓度控制又好势啊，其实效果还很不错吼、哦、啊，所以伊的目的是安尼，所以啊，咱另外一个听众朋友的私底下加播啊。问讲啊，为什么要甲全乎卖肉声呢？吼，是的啊，为什么要甲全乎卖肉声？全乎卖肉声就较袂歹吼。伊这目的是要伫这个所在，啊，伊想无的原因是因为呢，肉声较好食吼、哦，就是讲啊，咱这个许呢最重要就是讲爱有迄个肉声吼。哦啊，但是伫销售诶这当中啊，都无一定是安尼啦吼，所以即、这个意思呢，互咱听众朋友吼，小做这了解吼，就讲、是、大概呢啊，咱伫即个处理当中吼、哦，是即个目的啦吼、哦。那所以呢，当互咱好朋友吼，小知影者吼，那么有时候啦吼、哦，就是讲伫即个每一个无同款诶一个这个领域内底吼。哦啊，咱无同款的这领域呢，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伊是毋是有一个较无同款的这所在吼，啊，你所需要的这是啊，这种许呢无同款吼，比如讲啊，这个成熟度各方面吼，迄、个要求啊，其实是因为安尼啦吼，就是讲因为有这种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最好和朋友呢小做这个参考吼。那、这样不是什么很啊，只是讲这浓度吼，可能人有人的一个，因为有因的一个试验的结果吼，比如讲我温度几度的时阵啊，不啊，甲你讲的是200 ppm 吼，但是有可能较寒的时阵，伊免转较济啊，较热的时阵，伊加较转一撮啊，是安怎吼啊？有因一定的一个。有因一定的一个使用的一种药吼，所以呢，这有时候也是有一点点啦吼，就是讲，有一点点啊的一个较无同款的这所在吼，那所以呢，这当互咱听众朋友吼，小做者了解吼。那么在这方面你有兴趣啦吼，假设啦吼，如果还有一点兴趣吼，这个呢，当互咱听众朋友呢，小做者参考吼，好。它好像因为你喷在这个管顶吼，这个 MCP 呢啊，喷在管顶吼，这个在台湾其实有真济吼，伊要改，这物件很敏感吼，这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商品吼，有一个商品是专门是这个物件，在国际上在这个花内底嘛，真明显啦吼，但是呢这个有呢，都爱小注意着吼。那互咱听众朋友吼，小做者了解吼，但大体上是安尼这個情形。那么伫即只遮吼，就讲大概甲你讲一下吼，伫这使用当中吼，其实这个还有很多些技巧吼。虽然长啊，不好来讲这可能吼，无通讲概括吼，因为这个还。这个是有时候是人家赚钱的一个人赚钱的一个啊，一个方法啦吼、哦，就是讲就啊，但是人赚钱一赚的，就是一个讲啊，很准确的告诉你嘛，啊你都会用吼、哦，啊这一定呢都有这个好处安尼吼啊，但是呢，不啊，该当该你讲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去使用、哦啊、大概你了解一下、哦嗯、好，来，咱刷熊张大哥、哦、很久没打电话来，我们来接一下他的电话。张大哥你好，好，我你等真久哈，拍谁？迄个
老师啊，慧兰小姐，哎，你好，啊，来信徒哈，啊，大家好，啊，真久无联络啊，因为我这的送信一阵拢无改好安尼。啊啊吼、哦！我先来，也毋是讲铺头啦，迄伫往来，因为官庙我等于讲走足久个，即七八年来吼，伫官庙走，有当啊要追每个礼拜都去。啊，老师有讲着，啊，伊遐药物我多少拢毋捌啦，因为已经落款啊。因为老师讲个足重要，伊会经细粒心个，细粒心个往来基本上较优势啦。但是要较甜，无一定是肉较甜哦。肉是较有汤安尼尔，因为那是牵涉甲人的肥啊管理啊产地，因为迄个伫往来底是较爱迄个味生性安尼。啊，因为我食足侪，啊我食足侪吼，我印象我伫洛杉矶的时候，伫旅游证遐，看到迄往来甲讲，张国珍咧往来拢总哦，啥物画面，伊要食袂白尔，啊伊伫海外过。我讲正常是冻伤，冻伤啊，伤冷站袂掉，可能十度以下都站袂掉啊。啊，但是我去关庙一届拢去，一礼拜去有阵啊拢买七八十斤回来，啊有诶好人有诶解食，我几乎每天都吃啦，放哩。吼、哦，啊，伫迄个情形诶时候，我要安怎保存呢？我甲放伫铺里弄诶，得放开，偏我放三礼拜，往来袂乌一下咧。哦，即一点啊，大含大个。分享啊！啊，因往来我足爱食啊！哦，我等于讲每天都吃啊，吃一斤食几啊百斤。啊，有你听无？有。哦，啊，佫一个问题吼，因为我手机啊，今仔今年着，我手机啊用老人手机啊歹，啊歹，今仔今年着吼，因为老师你讲，顶下你讲迄个处理酸钠加处理酸水这个问题吼，其实我真不管是啊不对哦，啊，我甚至啊。这几礼拜来，林纳生吼，中央研究院主治为生物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林纳生，哦，也是老师因副校长的夫人啦，是要位夫人。因为即马你含我本来咪咧做迄个抗病毒的迄个技术，吼，啊，我含咪配合咧做安尼。啊，因为有来有甲讲迄个处理酸钠吼，对，咱你讲的伫民间伫超市，还是讲一般的天然里边。感觉念你卖迄个撇袂水，啊，当然老师有讲着，尽量卖卖有香味的。伊这跳二五当前，黄教授、中央研究院教授吼，就甲我讲卖卖有香味的安尼。啊，我其实我拢去买花王系统的啊，花王日本花王系统啊。啊，真到底是毋是日本的管理我唔知啊。啊，伊正常是拢六趴的，啊六趴的吼。过去农业气源所甲黄教授，你甲我讲是讲甲用一只伫五六倍啦，伫六趴用倍数五倍至六倍，不甲五十哦，五十无效哦。啊，最近吼顶礼拜，即礼拜也来，顶礼拜也来，另外一个中央研究院林纳生林教授的学生哦，一个陈博士来你厝样，伊咧讲吼，迄六趴个啊，六趴伊讲吼真贵了。哦，洗过洗我功夫了，照讲爱二十分啊！啊，我过去并无安尼做啊，安尼，我过去拢超两分钟，分半钟至两分钟，我就拢洗掉。我是用原液，啊，原液洗掉的是讲来讲，伊个核酸内底吼，甲伫迄个强迄、那个强酸内底吼，伫碳的水内应该照讲伊迄个核酸内底，迄、那个壳落去也破坏呀，迄、那个核落去也破坏，啊，所以讲。对阮家做的事吼，我伫做的事，感觉讲我安尼用无问题啊，安尼啦。啊，所以讲老师你讲的迄个爱当五十倍，有可能啦。伫病毒来讲哦，五十倍啊，甚至讲二十倍是，其实伫家庭、伫厨房、伫炉吼、伫炉的事吼，你来做清洁剂、做消毒来讲，还点来讲，有可能点爱佫用到只好伫十倍以下啦。那你讲的，我你想是安尼？但是那刚要用安尼时，老师应该知影吼，就是讲，因为我下晡嘛去讲个研究员大家迄个训练，吼，哎，遐博士是甲我讲，含加沙都惊，你干那用迄个因单位分出来遐地水迄个主处啦，主处无顺化过，地过吼，迄 pH 讲两点外尔，迄细过含高也含深拢，含所有菌，家庭用的迄个。迄、那个吼，拢总消灭哩，困拢多少拢会死啊，含加沙都死啊呢。但是要用家会当煮注意，要用家会当喷，讲爱半冬后，佫倒第二届蒸馏，
够法度安尼，吼，这是含各位吼来分享安尼啊。是我知影，有可能你一病到五十倍，有可能有风险安尼，吼啊，多谢各位了，啊，祝各位吼身体健康发财安尼啊，非常。嗯，啊，我可能加十几台去客户啦，因为我客户一区德恒伫遐吼，哦，作水的家，就要拜天我甲我讲收几下盖起来吃安尼，对不对？种到那么远。啊那么早，啊，迄区砍我想的大家对半，因为好本可能物件会去甲土地内底遐残留遐营养吼，遐食袂了肥料吼，种菜食袂了肥料，就是当啊掀开安尼，多谢各位啦啊！我甲迄个时阵的含魏小姐吼，甲含你联络，还是讲老师好伫台湾，嗯，嘛听我做位过来了解一下嘛，无要紧啊嘞，好，安尼好，好，啊，祝各位健康，好，谢谢，来，阿宝老师。嗯，来，这个有关的咱的应用哈，这种器械啦哈，这个消毒哈，这开始就是讲有伊的姐姐浓度啦哈。那目前的阮的这个许就是讲浓度上可能是爱一个有一个这个那是有较好的一种啊，这个研究还是啥物呢？咱。啊，个改斟酌看买者吼，即有当时啊，因为阮长期以来啊，不啊咧用吼，伫加多阮咧用，大概就是50倍啦吼，就是讲伊爱淡淡啊，落水水啊，咚咚的细细吼，可能是安尼有四个安心啦吼，即。那么确实的是讲，因为伊个氯离子吼，伊上重要的是讲，即漂白水内底次氯酸钠吼，伊会当去产生一个这种一个出生态一个这个氯离子有一个对着核酸的一种破坏作用吼，即通常的较无通。哦，这个病毒啦，是什么款吼，就比较不容易吼，不容易呢较无同款有一个去改生存吼，所以通常是，但是有当时啊，之前我捌用较重吼。用较重的时阵吼，去甲加呢吼，那加有当时啊，就即个真容易出问题吼，所以阮就慢慢去找着，因为咱无可能讲加刀去甲浸的那个洗好清气，搁啊晾干，卡搁来用吼，即无你就用两副的即个加刀吼，啊，但是伫电干可能就是尽量会当安尼来用吼，那有处理呢，即一定是有较好小块吼。好，这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啦齁，这希望讲有当时啊一寡这个啊不啊讲过这个东西呢齁，就大概可以大概当去讨论啦齁，因为包括像咱今日一直去一开始在讨论这个往来这个问题齁，为什么啊不啊把这个有呢提出来去讲，因为呢咱听众朋友跟咱欢迎齁，讲好像这个为什么要给伊肉声不是较好吃吗？啊，搁要改创哦，变高声呢？唔要好吃，要改创哦，变歹吃呢？他掉哦啊，其实伊想的，他想的，他讲的是对的哈。啊，但是就是讲伫咱即、這个咧销售吼，因为讲运送的即个过程吼，因上惊的就是讲去买到伤成熟的这物件吼，所以伫无同款的市场，无同款的即个需求啦吼，就是讲即、這个市场需要迄个品质吼，确实咱要爱的一个即个品质吼，即真侪好朋友拢会真侪人讲啊，恁头拢要转农药安尼吼。即、這个有当时啊，咱真侪人若是去问到即句话时阵呢，面都拢好诶吼。啊，你当家回答啦吼，你讲迄柑仔啦、肉片都无人要买吼，即菜脑汤坑人嘛唔食啦，吼人嘛唔爱啦。啊，苦瓜吼顶悬啦、顶点吼，人就讲迄害气啊吼。啊，所以你无转药啊呢，你就无法度生产即种的这产品。哦，所以有时啊，即唔是讲伫即个物件咱会当很大声吼，真肯定去讲，唔免感觉讲我足侪人就伫遐讲我这拢无用农药吼。我嘛知影吼，我咧卖的时阵我头用农药吼，但是咧种的时阵无用农药吼，那是另外一种的一个概念吼。但是讲咱开遮侪时间吼去了解遮侪即个栽培即个过程，就是希望讲做不得当健康，然后咱会当事先做预防吼
开车这时间的目的是要创啥？最主要是要减少掉这农药的这使用吼，就是讲，咱会当透过咱的学习，啊，然后呢，啊，把这些农药呢，啊，适当的这使用吼，甚至呢，慢慢呢，啊，找一寡搁较安全的这物件来改，这个替代啊，或作物呢，较袂掉病，啊，是安怎吼？这当然是咱的这目的吼。所以这内底可能有真济吼，拢对。真济即个方式也好，也是讲许呢啊，拢真大家咱去甲伊做一个即个讨论，然后啊，咱听众朋友呢，那总共有一个即个趣味吼。那么我是感觉讲无妨吼，咱拢会当啊共同呢啊来甲伊啊做一个即个探讨吼，啊包括不啊有当时啊伫节目内底所讲的吼，即今日呢其实是非常感谢咱几位听众朋友甲不啊提醒吼，可能我无甲伊讲个清楚啊，咱听众朋友唔通去。国会连讲拢要去选迄个歌声，即婚礼要等袂食者吼，啊，即个较轻啦嘛，唔是讲袂食者吼。比如讲，咱若是要拜拜，我就要啊选较轻的啊拜，可能我会伫啊即个红粿桌顶放两三工啊，啊较摕落来食，哎，等于拄安尼时间拄啊好吼。啊，所以这是一个咱啊对于这种农产品的一个选买吼，看咱的这需要。吼，啊，去做一个这种选择安尼吼，啊，这是啊，有在做一个这个探讨吼。那么有关的这个漂白水这部分，大概的应用吼，啊，50倍吼。我是坚持50倍是足安全的吼，但是效果可能会较歹吼。啊，是毋是会当对着这个你小甲用者，慢慢啊，甲这浓度呢啊，这个小甲伊这个增加吼。那我相信吼，相信呢，这个效果应该搁较好了吼。那只有咱听众朋友小做这了解吼。好，来6338601633806空一，来，老师先来看一下哈，这个林正华，伊讲最近呢，伊温室的油路呢，是会有发生这种现象。你看伊的叶呢，都是较袂青，有一点啊黄，所以伊要问老师，伊这是病害，还是讲靠什么款的微量元素？可是伊每一礼拜拢有用吼，这四美八钙，但是今仔一礼拜无用，啊，佫变成安尼。啊，另外，佫一个问题就是讲吼，菌状芽孢杆菌，啊，佮龙鳞菌扩培了，伊要染做伙去管 ，OK 吗？这个是没问题的啦，好，来，是，这个，咱咧做一个咧用菌的时阵，上介要紧就是讲，啊，你那是要改扩培啦，吼，算，你甲饲哦挖起来，吼，简单安尼讲，吼，就是讲你要甲饲哦挖起来的时阵，上好是单独啦，吼，因为呢，因这个啊，微生物甲微生物的这个中间呢，有足大一个这竞争，吼，啊，而且，咱。用的同款的这环境内底吼，有的菌会较紧，有的菌会较慢。你若拢甲男男做伙呢，啊，有可能得较歹去改照顾吼。所以这是一个咱啊咧应用的时阵去拄到真大的这问题吼。所以上好就是讲甲分开，啊咧管的时阵你做伙管吼，这大概啊伫这应用当中是安尼这方式吼。啊，当那是要管的时阵，是做伙来管，没有问题。好，这是第一。那第二就是讲，这个新买这个问题哈，因为今天是一个在比较特别哈，这个日子哈，所以呢，啊，网路可能有一寡物件看不到哈。那么，你讲这个四美八钙，你拢有咧用哈，但是迄个新买哈，这应该等。啊，如果确定看到迄个相片了的时阵吼，他甲你做一下回答。即摆较担心的吼，较担心的就是讲这个新买翻白吼，爱看买者，伊个颜色若无真均匀，啊完咧 QQ 哦，美美吼，可能咱会感觉讲足型缺钙啊，缺啥物欠啥物微量元素吼。老师，你看一下，我有传了一下，你看这样可以吗？嗯，佮喷落了吼，看是安怎吼？即通常，那即个部分吼，大概大体上吼，所看到的时阵，应该咱就伊即血也无变形吼，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吼，就是讲感觉上呢，这应该是生长点上的这障碍哈。啊，为什么是这种生长点上的这障碍哈？这个能力先注意一下，是不是含硼的含硼的这个缺乏，还是讲伤济哈？要安怎去看哈？要安怎看？因为当时
你若是硼中毒哈，啊，伊迄下骹叶啊吼会有不一样的一种即个颜色出来吼，啊这啊一般若是讲即个硼中毒啦吼，硼中毒呢下骹叶啊呢有一个啊很浓绿的一种即、这个。啊，一种色水吼，这可能呢，你也看到，真济吼，因为这个咱咧用硼的时阵吼，真济，这个有呢，大概就是讲，你爱怎样的，它其实作物对这种东西是很敏感呐吼，做敏感的，就讲，这个在太多跟太少之间吼，太多跟太少之间呢，啊，移动这个量吼，大概就一点点啊呢吼，所以。真济咱好朋友吼，因为咱可能这有时候也不太好的，讲咱一直呢啊强调硼的一个这重要性，啊实际上伫这番茄内底吼，这种只要是茄果类啦吼，这个硼呢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吼，啊但是伊的这个范围吼，其实还蛮小的吼，所以无够咱会当小补一下吼，所以真济啊最好是不要吼，不要呢有一个这种叫吼。卖用料，因为你那是用料卡有呢啊，并讲这个物件吼，大概如果是植物那是啊，用料卡一个这个卡济来讲吼，以这个小叶吼，这滴尤其感冒病吼，小叶也发也出现这个。尖尾迄个所在，所以你这要小注意者吼，我较惊是惊这种的这情形，因为这个还没办法看，因为它只有黄而已吼。那么但是呢，这个反而是更担心的事吼，更加担心的呢这应该是含这个硼吼。那伊若无臭搭吼，因为拄只讲到就是讲，如果吼伊若是黄，有这个尖端叶啊，迄个尾溜黄，然后臭搭。这有可能是这个这个规个到叶缘吼，有茎叶所在呢拢会转黄去，这种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就是这种硼中毒哈。有一种呢是这个硼无够吼，硼无够的时阵呢，伊袂臭大，但是伊会黄叶吼，这拄啊新买而且也集中吼，那种伫较中去在遐黄，所以你这个硼呢，稍来甲伊做一个这个补充吼，这大概咱拄到这个问题是安尼吼，所以最好你稍做一个这个参考吼。那么。尤其这个硼吼，咱咧应用的时阵呢，都爱真爱真细致啦吼，就是讲，因为它很，伫作物内底吼，伫作物内底呢，伊大家对伊的一种差别吼，比如讲像这个回归吼，豆啊，甲咱柑橘类伊足敏感的吼，伊一点点啊尔，但是一点点啊嘛超过，吼。尤其像这个柑橘类吼，柑橘类嘛是吼，这有时啊拢会卖用伤过头济啦吼，这一般伫台湾吼，咱要出现伤济这个情形较少吼，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大量的使用这种钾肥吼，咱的一个咱的一个这个硫酸根吼，一个氨泰氮吼，咱就话肥料来应用这一般来讲呢，硼吼。这个过量的这个机会还是稍微少一点点哦，所以最后你需要做些参考哦。好，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呢先暂时进到这，等下呢，咱第一广告刷了，马上回来。